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十三面，心六明藏性及根大性。那么前面的地、水、火、风、空呢，都是一个没有明了性的设法。那么这以下的根大呢，是讲六根的作用，它是一个心法。那么六根的见闻嗅尝觉知这六种功能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那么未来又将往哪里而去呢？这个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地方而去，我们就不能去改变我们现前的六根。那么佛陀在发明六根的体性跟作用的时候啊，他的道理跟前面一样，都先破妄，破除我们原先的执着，然后再显真。破妄当中呢，我们先看这个破同，破除啊这个能见的根跟所见的尘啊，他们是同一体的，这个道理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此见若复以明以暗即以虚空言一体者，说假设这个能见的功能啊，它是有自体的，而这种自体呢，跟明相、暗相跟虚空相呢，这三个都是同一个体的话，先做个这样的假设。那么光明相跟黑暗相呢，这两种相状呢的体性呢、是互相侵夺的。怎么说呢？因为黑暗现前的时候就没有光明，光明显现的时候就没有黑暗，这两个是互相侵夺的。那么既然身为一个能见的见的功能呢，它跟这个所见的这个明暗是同一体的，那么同一体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表示不能分开了，就像我们身体是同一体的，有的时候大家都有，没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啊。那么既然这个能见的功能跟黑暗是同一体的，那么黑暗消失的时候，那么这个见也应该跟着消失才对啊。那么当光明出现的时候，你就应该看不到光明才对啊。这个就跟现实不符了。其次呢，假设这个见是跟光明是同一体的，那么当黑暗出现的时候，光明消失的，你这个见的功能也应该消失才对啊，因为你跟光明同一体嘛。那么当能见的见的这个功能消失的时候，那你又能够怎么见到光明相，怎么见到黑暗相呢？那事实上跟我们是现实生活是不相符合，我们现实生活是若明暗殊见无生灭啊，光明跟黑暗是不断的变化，有时候光明有时候黑暗，这两个情况是变化的。但是我们能见的功能呢并没有变化，我们是明时见明暗时见暗啊，所以你不应该说我们这个见跟明暗是同一体的，因为明暗变化，我们的见没有变化嘛，那同一体应该是同进同退才对啊，所以这样的假设是不合理的。我们再看第二段，破这个异异就是彼此不同体。若此见经以暗与明非一体者，如你明暗即以虚空分析见言作何形象？你明离暗即以虚空，是见言同瑰宝兔角，明暗虚空三世记忆从何立见？那么假设这个人见的见机呢，跟黑暗相跟光明相他们彼此不同体的，你跟我不同，我跟你不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各走各的，互不相关。那么这个地方当然跟事实也不符。说那你这样子可以试一试啊，你离开的光明相，离开的黑暗相，跟离开的虚空相。当你离开的所有的所缘境的时候，你那个能见的见
到底是什么相状呢？你没有一个所见的相状，人见的见能够表现出来吗？事实上呢，当我们人见的功能离开了明相、暗相跟虚空相的时候啊，这个人见的功能呢，就像是龟毛兔脚，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呢，当光明相、黑暗相、虚空相呢，这三种相状即异。这个异呢，藕益大师解释啊，这个异解释做离开的意思。当这三个都离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见呢、根本就不能建立起来。我们常说啊，离尘无体啊，离开的所缘的沉浸，这个人分别的见呢、根本就是龟毛兔脚，根本就密之了不可得的。所以说是义也是不合道理。我们看或同或异，糜烂相悖迎合或同，离山言无迎合或异啊，先破相同。那么光明跟黑暗两种相状是互相违背的，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所以你不能够说同体啊，这个前面破了。那么也不能说破异啊，离山言无迎合破异啊，离开的三种的成像啊，光明黑暗跟虚空呢，人见的功能也不存在，所以也不同体啊，这个前面也都说过了啊。我们再看破非同非异，分空分见本无边判，迎合非同，见暗见明性非牵感，迎合非异啊。我们先破非同，就分空分见。当我们详细的分析啊，这个空啊，空就是所言的这个明暗啊、虚空这种相状，以及分析能分别的见的时候啊，我们发觉不管是能分别的见跟所分别的虚空呢、它们两个呢都是没有边际的，没有边际可得的，都没有边际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他们不是同一体呢？因为你找不到两个的边际啊，两个都没有边际，那两个只好融为一体了，所以说是破非同也不合理。那么非异呢，见暗见明性非牵改，迎合非异啊。我们这个人见的功能啊，暗时见暗，明时见明啊，它的体性啊，并不随明暗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所以你不能够说非异。因为这个明暗是生灭的啊，是生灭的，那我们这个见呢、是不生灭的啊，所以他们不应该是同体的啊，所以非异啊，破这个非异啊。那我们看总结，如更系神，维系沈祥，沈地圣观，明从太阳，暗随黑夜，通属虚空，永归大地，如是见经因何所出？见见空完，非合非合，不应见经无从之处。所以我们应该呢，对这个人生的道理要详细的观察，深入的观照，乃至于如是的观照。说是光明是从太阳而有，黑暗是随顺黑夜而有，通达是属于虚空之相，而这个永赛呢是归于大地而有那么这个光明黑暗这个虚空大地啊，各有各的因缘，那么这种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创造一个人见的见经呢，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因为见皆空完人见的这个根啊，见闻觉知啊，它是有明了性的，而虚空却是一个无情的东西，一个有情跟有跟无情呢，他们两个既非彼此参杂的合合，也不可能上下的结合，因为体性不同嘛，一个是有明了性，一个没有明了性，那你怎么能够说它是有自体的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所以这个地方是破合合相我们最后再看，不应见经无从自出你也不应该说它是自然而生的这破非合合相总而言之，整个这个六根之相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是非因缘、非自然，它是当体无生。当体无生，所谓的它的相状是一种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一种生灭的影像而已，它没有真实体性的啊，破它的真实体性的执着啊。这一下显真啊，我们看前面是破妄，这一下显真哈。忍恶明大君，若见闻之信焉，周遍本不动摇，当知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今明六大性真严容，皆如来藏，本无生灭。那么前面我们是破除啊，这个它的相状是虚妄的，这以下呢就说明这个六根的体性呢是真实的，而且是周遍法界的啊。说事实上啊，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呢，这个六根的体性呢是圆满的，是周遍法界的，而且它的体性呢根本就是没有生灭相啊，相状是有生灭的，有因缘它出现，没有因缘就消失掉，但是体性是不生不灭的，它随时存在那个地方啊，等你去感应的啊。所以我们应当了知呢，广大无边的虚空呢啊，以及这种生灭变化的这种地水火风呢，它的体性呢都是属于六大啊。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大的意思就是周遍法界，它的体性就是真实而圆满法界，都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本质具足，本无生灭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把这个相状的希望相把它破了以后，看出它的本来面目啊，就是我们的一念心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是随时随地存在的啊，根本就没有生灭的啊。这一下佛陀对阿难尊者的一个告诫：阿难，如信沉沦，不悟如知见闻觉知本如来藏，汝当观此见闻觉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非生灭，为非同异啊。所以说阿难尊者啊，长久以来啊，我们的心呢都是对外相产生坚固的执着，所以不能够回光返照呢它的见闻觉知的体性，我们在相状的执着而失去的广大的体性，不是说这个体性呢当体就是如来藏，当体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啊一念心性啊，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啊。所以我们应该呢啊，假借这个因缘回光返照这个见闻觉知的体性呢，到底是生是灭，是同是异，是非生灭，或者是非同非异啊，这个前面都说过了啊。从这个地方去相互的对比啊，你就可以知道啊，其实这个六根啊，它本来就无生，本来就没有生灭啊。我们在生命当中啊，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某一个相很执着。结果我们就忽略了它一个广大的体系，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大海，大海当中被风一吹产生一个水泡，我们对那个水泡很执着，结果失去了整个大海。因小失大，我讲一个禅宗的公案，诸位体会一下哈。禅宗平常都是打坐观想，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来到这个地方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找到生命的根源。平常各自用功，有一天呢，这个老禅师就考试了，把所有的禅师啊集合在大殿。那么大家入座的时候呢，这个大殿的正中央啊，放一个脸盆在中间。禅师考一个题目，哈哈，啊，这个东西啊，不能叫做脸盆。大家道一句，这个叫什么？有人说这个不能叫脸盆，那这个叫做大的碗吧。有人说那这个叫大的盆子啦。大家都开始讲话了。后来有一个禅师啊，他大家都讲了差不多，他站起来向老禅师顶礼以后啊，面对这个脸盆啊，一脚一踢啊，就把脸盆踢走了。踢走了以后，再跟禅师顶礼，再入座。禅师说：“这个人是。”答对了。为什么答对呢？
因为我们习惯性被自己的名言思想的带动啊，而看到了脸盆的相状，没有看到它的体性是片满。那么这个禅师他一来把这个相状怎么样踢走以后呢，大家回光返照，哦，原来这个脸盆啊是一个当处出生随处灭的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影像而已，你有一眼它就显现，没有一眼就消失嘛。但是我们被这个脸盆这两个字啊产生很多的想象，哦，这个可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而忽略的脸盆的本质是从哪里而来。所以这个禅师一脚一踢的时候呢，打破虚空笑满腮啊，玲珑宝物啊，那么当下就显现出来，玲珑宝物豁然开。不过我看这个公案，我个人觉得有一种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禅师啊，他从大乘角度要圆满一点呢，他把他踢走以后啊，最好把他拿回来再放着。为什么？我讲个道理，诸位听听看呢、啊？佛法不是破相，是破执着。你把那个相破了以后，你还是要假借这个相，借假修真的。你说六根是本非，六根是密之了不可得，但是你念佛难道不需要六根吗？你拜佛不需要六根吗？你要创造来生更大的功德，你还得靠你现前的六根呢。所以诸位要认清楚啊，我们是破除心中的执着，不是破除相，但除其执，不除其相。你说哦，六根你看它也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身，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也不吃饭了，也不照顾他了，让他自己败坏，那你也完了，你也没办法修行。所以诸位要知道哈，相望希望的意思不表示它不存在，希望的意思就是它是暂时存在的，你只能够把它借用，你可以借用它，但是你不能认为它是经常存在的。希望就是说你可以借用你这个身心世界来积功累德，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因缘到的时候，他消失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他不管你的，他要走就走的，你没办法控制他的，命是了不可得的，因为他来无所从嘛。你现在的身心世界是有一个地方来的，那就不会改变了，这永远就是你的，你今生是这样，你来生也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个意思。你今生所有的因缘都是暂时借你用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跟生命在看谁比较快嘛，我要赶快利用这个因缘，既然是假，但是你要怎么样借假修真嘛，你用这个因缘来积功累德，拜佛念佛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嘛，然后你这个因缘结束了， 你一个新的心态新的业力又创造一个好的六根出来嘛。那么这个好的六根从哪里来呢？它本来就存在嘛，那本来就存在，为什么你之前不会显现呢？因为你过去没有这个业力嘛。所以诸位要去体会哈，性体性是片满，相状是因缘显现的。这个佛陀在前面的三节呢，一再的重复这个观念，啊，这个是整个修守楞严王三昧的基础，啊。好，我们看第三段的显体性。如臣不知如来藏中性简洁明，洁净明见，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经应所资粮，如意见根见周法界，听嗅长处觉处觉知，妙德盈然，周遍法界，圆满时虚临有方所，悉皆法性。那么这段呢，是把整个六根的体跟它的用啊做一个总结，先看它的体性。那么说阿难啊，你从来不知道这个六根的体性呢，啊，其实就在我们一念心心当中啊，本来具足。本怎么说呢？因为性见觉明啊，这个见闻觉知的体性呢，啊，是本质真空的。那么本质真空呢，这个结晶明见，这个真空的体性又具足十法界的染净的六根的体性。所以这叫性具的思想，
它本来就存在我们一念的广大遍满的心中，而这个心呢，是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是离一切相，是即一切法的。这个地方是说明啊，六根的体性是本来就存在的，这个部分你不用去费心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好，那么这一部分呢，不是我们该用功的，该用功的应该是第二段哈，说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那么六根，好的六根、不好的六根都存在，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出现好的六根，有些人出现不好的六根呢？因为随着众生的迷悟，他的染净的思想，他所产生的善恶的业力啊，而个人呢行业化现。比方说啊，说我们六根当中的其中一个见根，这个人见的见性是周遍法界的，乃至于其余的听啊，听是耳根，嗅是鼻根，长处是舌根，觉处呢是身根，觉知是意根。那么整个六根的体性呢，都是具足微妙不可思议的功德啊，隐然呢就是就像白玉一样的清净光明啊，周遍整个十法界，圆满十方虚空，哪有说固定的方所呢？哪有说一定只有佛陀有殊胜的六根，我们没有殊胜的六根呢？其实所有殊胜的六根到处都是啊。你有这个业力，你就可以显现；你没有这个业力，你到哪里都一样。它没有固定的方所，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好，我们看总结啊。是迷惑，世间无知，或为一言及自然性，皆是世间分别嫉妒，但有言所都无是。这个道理前面都说过了啊。我们从六根的相状来看呢，我们的确看到每一个人的六根不一样。你看有些人的眼睛很好，他看得很远，有些人的眼睛只能看近视。你看阿罗汉的眼睛，他一入定的时候看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看手中的一颗槟榔果一样。菩萨能够观察百千大千世界，佛陀能够观察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为什么六根的差别差那么多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量，你就有什么样的六根。你有什么心量，你就有什么六根。我讲一个小故事啊，诸位体会一下啊。说在这个非洲啊，这个地中海的南边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乡村啊，种了很多的稻米。那么这个稻米到快要收成的时候啊，农夫辛辛苦苦了一段时间啊，要期待收成的时候，哎，来了一群猴子，猴子就把这个稻米啊，比较好的都拿走了，剩下都是一些比较差的。所以这个农夫啊，就感到非常的无奈啊，也非常的生气。后来有一个村庄呢，他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老者啊，他就想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个猴子，他就做一个铁器啊，这个铁器就像花瓶一样大，这个铁器的瓶口呢小小的，关键在这个瓶口啊，你的手是放松的时候啊，你的手刚好伸进去，但是你的手要把它转成一个拳头的时候，你手就拿不出来，它那个瓶口啊，就刚好你手掌可以进去，拳头就不能出来。然后呢，这些农夫们呢，晚上啊，就把那个瓶子里面放了很多的稻米，新鲜的白米在里面，再把这个铁罐绑在树上。结果第二天呢，看到好几只猴子啊，手上抓着白米不放，然后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就跟那个瓶子上面较劲，他就不肯把那个手上的米放下来。不管这个村庄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代代相传，几百年过去的，从来没有一个猴子愿意把手上的米放掉，没有一个猴子做得到。结果这些猴子因为抓上手上这个白米，失去他一生的自由，被抓到以后卖到了动物园去了，甚至有的牺牲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当然这个道理
不只是发生在猴子身上了，其实众生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辈子都做凡夫呢？这个地方问你这样的，为什么文殊菩萨他就能够做文殊菩萨呢？我们讲心境决定你的处境啊。你看宗大师说一句话，说宗喀巴大师说啊，他说我们今生都为了自己来谋福利，结果我们得到什么？我们从早到晚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自己着想，结果我们得到一个非常卑贱的六根，生生世世如此都没改变，就像这个猴子一样。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众生，他产生广大功德的六根，神通变化的六根。那你会问说，那我的六根从哪里来呢？文殊菩萨六根从哪里来？其实讲实在话，我们每一个来的地方都是一样的。你说从哪里来？清净本来周遍法界，临有方所，从哪里来？本来就存在嘛。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降下去嘛。这个不是说上帝创造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生命的一种不能改变的规则。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心境决定你的处境。所以你看所有的修行者第一件事情发菩提心，先把你的胸量放大。当然你说那菩提心怎么发得起来呢？先明白道理，你要把人生参透了，你能够彻底的放下，才能够彻底的承担。所以我为大师说，你没有高超的品格，你不可能产生广大的胸量，不可能有这些殊胜的这些修行出来。你看佛陀，你看佛陀到现在怎么修行都还没有讲，讲了三简的经文就在讲这个道理。你从什么地方来？十法界的众生从什么地方来？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你要从这个地方开悟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怎么修行，是这个意思啊。阿难尊者也即将开悟了，哈，在一科啊，阿难尊者就要开悟了哈。我们大概最难的楞严经呢，快要结束了，前面三卷最难，后面都很简单的哈。你这个三卷的道理了解的，后面的话都在应用，他在讲说他开始应用啊，为什么他会做一只蚂蚁？为什么它会变成一只鸟？它会变成一只狗？会变成一只马？都有它的因缘，都是相望性证，啊，各有各的因缘啊。好，我们看第七颗，明藏性即四大性。这个藏性呢，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它当下记住呢。这个四，这个四呢是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识啊，这六识的了别性啊，就是这个六识呢，其实是我们一念心性呢当下具足的啊。那么六识的作用呢，是假借四相的因缘而显现的啊，所谓的相望心证啊。分四颗：一破妄执，二明大均，三显理性，四次迷惑。先看第一颗破妄执。阿难，四性无言，因离六种根尘妄出，如今遍观此会甚重，用目行力，其目周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如是一中，此地标志，此是文殊，此富罗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弗。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根跟识的关系啊说一下啊。六根呢是五际意识的第一刹那，它是一种自性的分别，不带名言，所以它得到的是诸法的相状啊。那么六识呢是五际意识第二念以后呢，我们第六意识产生一种名言分别，产生很多的思想啊。你看到这个花啊，这个花很漂亮，开始就着这个花产生很多很多的名言的妄想。这个就是所谓的嫉妒分别啊，一个是带名言，一个不带名言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六识，
首先我们看六识的体系呢，说阿难四性无言啊，这个六识呢，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呢，它的体系呢，它是呢没有一个根源的，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其实没有根源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它遍满的意思，它是周遍法界啊，它没有固定的处所。那么他必须呢假借六种的根跟六种的尘啊，就是六根去攀岩六尘呢相互作用，这个中间才创造了六识的了别出来，它的作用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根尘的相互作用创造六识的关系呢，这一下就详细说明说，比方说如今遍观此会甚重，说你在这个楞严法会当中呢，你用你的眼睛啊去普遍的观察呢这个诸位参加法会的这些圣众。那么遍观呢正是讲的是能见的根，此会的圣众呢是所见之尘，那么根尘的作用呢就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我们看，那么我们刚开始呢用目行力其目周视的，但如镜中无别分析。我们刚开始依着眼根呢就循着次第啊一一的观察，那么在我们眼睛的范围当中观察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圣众啊，这些圣众呢就好像镜子当中呢显现一种影像，而我们能够对这个影像有所了知，但是不能产生一种名言的分别，不能产生名言分别，不能带动名言啊，不能带动种种的思想，只有了知它的形象，不能带动思想。然后慢慢的如是一种次第标志，等到根尘的作用第二刹那以后，就带动了所谓的六识的产生。那么这个六识呢就能够对于这个所观境呢、啊、就一一的明白的指出啊，哦，这是文殊菩萨，这是富罗那尊者，这是目犍连尊者，这是须菩提尊者，这是舍利弗尊者。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影像呢加上很多很多的名称，对这个名称呢去思维它的功德，哦，这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啊，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等等。那么这种思维的功能就是六识了，那么只是起它的相状呢，这个是六根呢，啊，这个地方把根跟识呢分清楚啊。好，我们看这个下一段，此事了知，为身一见，为身一相，为身虚空，为无所因，突然而出。现在正式进入主题的啊，说是这个眼识啊产生这个了别的功能呢，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是从眼根的见产生的，还是生于外在的成像，还是生于虚空，还是没有因缘突然而有呢？啊，我们先做一个假设，说这个六识是有自体的，有自体就有地方来啊，看它从什么地方来。阿难，若如四性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及与色空，四种必无，言无如见，见性尚无，从何发生？说阿难，假设我们的眼识的了别性呢是从眼根而生啊，这等于是自身啊，眼根创造了眼识。但事实上没有明暗色空这种外四种沉浸的刺激啊，在没有四种外层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能见的根啊都不能升起作用，能见的根尚且不能升起明了，又怎么能够发动这个了别的事呢？啊，没有外境连根都不能升起，不要说死啊，所以说自身不合理啊。若如四境生于相中，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足，即无色空，彼相尚无，是从何发？那么假设我们这个眼识的了别呢，是从外相啊四种的成像所生，不是从见根而生。那么如此一来，在缺乏能见的眼根的情况之下，我们既看不到明相，也看不到暗相，明相暗相都不可见，乃至于一切的色法之相，一切的虚空之相都见不到，
那么种种的成像尚且见不到，那么眼识又怎么发动呢？眼识的目的就是了别这些成像，结果你连成像都看不到，要怎么了别呢？所以不能够说从成生。我们看破从空生，若生于空，非相非见，非见无变，是不能知明暗色空，非相灭言，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处此二非空者同无，有非同物，众发如是亦有分别。说这个眼识啊，是有自体的，是生于虚空，从虚空而来。那么这种情况呢，叫做非相非见。既然它从虚空而来，那么它呢，不惜假借外在的成像，又不必假借内在的眼根呢、啊，所以叫非相非见呢、啊。那么在非见的情况下，没有人见的眼根之下，我们事实上是不能辨别明暗色空之相。那么在非相的情况之下呢，没有所见的明暗色空之下呢，这个非相灭言，如果没有所见的明暗色空之下，那么这个它的因缘也就消失了。那么见闻觉知呢，也就不能安立了，啊，没有所见的成像，那所言的成像消失了以后，其实能见的眼根也没办法存在了，所以处此二非啊，在此非相非见的二非当中呢，空者同无，有非同物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说虚空能够升起眼识。那么在非见非相的没有见也没有相的情况之下呢，虚空就好像是跟无一样啊，又怎么能够发动事呢？有非同物，好，即使你说虚空是存在的，但是虚空又不像万物一样有种种的形象，它是无形无相，那么它创造这个事，纵然能够发动事，亦何分别？又能够分别什么呢？因为虚空是处在一种非见非相的情况之下，就算它发动事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事就是在了别成相的、啊、结果它的成相消失了，你发动这个事又有什么作用呢？啊，所以这个空产生事不合理。我们看破无因生，若无所应突然而出，何不至终别是明眼？说是眼识是没有因缘，那怎么有呢？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没有任何理由。那佛陀就反问了，那么你为什么你的眼识呢，你不在面对太阳的时候突然间去看见晚上的月亮呢，而升起了别呢？因为你说无因缘嘛，你为什么不面对太阳去看到月亮呢？不可能嘛，你面对太阳你只看到太阳嘛，你面对月亮你只看到月亮嘛。你因为太阳的因缘而看到太阳，你因为月亮因缘而看到月亮，这个都是要因缘的，不是说没有因缘就可以出现的。因为你要拜佛，你要有一个佛像，说什么东西都要有因缘的，所以无因缘生是不合理的。好，我们看总结，如更细详，维系审详，见脱奴金，向对前进，可状成有，不向成无，如是是言，因何所出？是动见成，非何非何？闻听觉知亦不如是，不因是言，无从指出。所以我们应该啊，在这样的一个六识的因缘当中啊，好好的详细的深入的观察，说能见的眼根呢，是寄托在眼睛之内，而所见的成像呢，是属于外在的境界，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可状成有，凡是有形象的就是属于色相，而没有形象的就是属于虚空。所以能见的眼根、所见的沉浸、色相、虚空呢，各个不同。那么在这四个当中不同的因缘当中组合之下创造的你的眼识，那么这个眼识是被四个不同的东西创造出来，那你说它从什么地方而来？是动见成啊，这个眼识呢是动态的，它是一个了别的。那么六根的明了呢，这个根呢是静态的，
根呢它是不能够带名言的，所以两种体性不同了。所以你不应该说非和而非和，闻听皆是亦复如是，他们既非是一种互相的掺杂的和合，也非上下的结合啊。那么其余的闻听觉识，其余的五识亦复如是，他们都不是和合而生的啊。当然也不应该说是无一无言自然而有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破除啊这个六识啊，它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它的结论是本是无生。本是无生呢，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虚妄的相状啊，来无所从去无所止，是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神秘的相状啊。因为它要有一个来的处所，那这个东西就永远不会消失掉啊，永远都不会消失啊。其实对我们是不利也，非常不利也。我不知道诸位怎么想的，如果一个东西，你说你的身心世界是有实体的，前生的你跟今生的你完全一样，来生的你跟你今生你也长得一模一样，思想也一样，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生命都不能改变，你怎么做都不能改变，这样子就麻烦大了。你永远是你，佛陀永远是佛陀，那么这个业力就没有关系的，就不能所谓的行业发现。那你修行干什么呢？修行不能改造生命，那修行干什么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怎么样呢？它没有真实的体性，所以你的修行才能够改变。我跟你讲实在话，你今生的想法跟前生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你前生是一个做生意的，做生意想的跟你跟现在你现在做生意人的价值观，你跟他出了家以后是思想是完全不同。你来生如果变到极乐世界，你变成一个天王，你的想法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换一个位置就不同的想法，这个是事实。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所以它随因缘变化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无生啊，破除我们对这个相的执着啊，它只是一个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一个暂时的相状而已啊。当然，这个相状我们也不应该排斥啊，我们要假借这个六识来思维极乐世界的功德。来产生我们一种往生的愿望啊，借假修真啊。好，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三卷过以后啊，整个楞严经的基础就讲完了啊，后面的半卷呢，那个广破疑义啊，其实从这个观念发挥出来啊。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把这个相妄性真的观念呢好好体会一下。你说你持楞严咒，持大悲咒，这个功德，大悲咒的功德从哪里来？你说功德从大悲咒来，不对。大悲咒能够创造功德，那就不用你去持了，你放个录音带就好了。你说从你的心中而来，那你干嘛持大悲咒？你自己心可以发挥，发挥功德。答案是，大悲咒的功德是周遍法界，清净本能是周遍法界。你因为持它的关系，把他的功德显现出来，一处持咒显现一处的功德，十方持咒显现十方的功德，这个就是所谓的相妄性真。好，我们讲到这里，向下文长负债来自回向。